其实最近成立了一个就是巧克力工厂，未来呢针对这个巧克力工厂的这个的营运呢，我们希望呢能够争取国际性的曝光，然后我们锁定在最高层的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收藏家或者是一个品味家。好，那我们的巧克力这个巧克力工厂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任何有关于世界各国的这种军事武器的这种巧克力的发展巧克力的形状，巧克力的形象然后来做这个特殊的巧克力。那这个特殊的巧克力呢，不仅呢美味美观，而且呢精细。我们想要创造新的这个就是世界纪录我们要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即将就是在2035年的时候呢会争取这个金氏世界纪录然后呢我们预计呢就是要做一个高大概有30米的这个钢弹巧克力模型钢弹就是1:1的这个巧克力那希望呢我们这个展硕巧克力工厂的这个可以事业可以欣欣向荣就好像呢这个民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一样，可以呢迈向国际，然后放眼宇宙成立一个最优越的一个巧克力工厂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巧克力工厂的这个展售会欢迎谢谢